想当年一部《白蛇传》让西湖雷峰塔传遍了整个中国，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。而这座塔在重建之前，政府还专门请来了一批考古人员进行勘察，而专家进塔发掘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很多女性用的首饰，从那开始就很多人开始怀疑，难道当年雷峰塔真的压着千年蛇妖吗？从那以后，关于白素贞的传说更是沸沸扬扬，更让很多人慕名前去参观雷峰塔。而事实却是人们因对美好爱情的向往，所以编造出来的凄美爱情故事。那么怎样解释从塔地里挖出来的女性首饰呢？其实这要从建塔初期说起，这些文物都是建造雷峰塔时留在里面的。最开始建设雷峰塔的年代是在宋朝，而建塔的人就是宋朝时期的忠义王钱弘书。那个时候的男人都是有很多老婆的，更何况此人是个王爷，在众多的爱人中有一位姓黄的妃子最得他的宠爱，而这位贵妃也没有辜负王爷的厚爱，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。这位王爷因为信奉佛教，所以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后世子孙们能够安然太平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就开始在各地建筑佛塔。而且最宠爱的人为他生了儿子，他更加高兴了，直接下令要在西湖的边上修建了这座塔。